你要找的那棵树，就在这儿。这是我临川族神树连理。到底是谁？我是你的，都向我无闻。你可有想过，如果你是个，十恶不赦，罪过滔天之人？ 如果真是如此，可以为我的罪过付出代价。这种婚是我跟他两个人之间的事情，你若是无法对他负责，我可以。仁慈心软，只能成全一个好人，从来成就不了一个君王。你是永昭的王。 我是永昭的王后，以后都一样，在他们生命里出现的完了。我明白，我只是表姐的妹妹而已。你是对他有多大的仇恨？难不成是他害你灭族的？ 是你所念之人经历的过去。爱情。